各位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的网络神人，其实是现实废人。现在就证明给你看，人生就像 online game 嘛。好，出生的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降临。90%的人都是一个职业，穷人。只要爸爸不有钱，每个人都是穷人。然后穷人怎么办？好穷啊，好痛苦啊，怎么办？穷则变。变则通，就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么穷，没有钱，没钱怎么办？去工作。哎，这时候就转职哦，观念一变，转职，噔他可以二转啊，一个角色两个选择。刚刚转职什么？社会人嘛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要工作？工作我就输了，这世界对不起我，我就是不工作。哎，也可以转职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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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穷人变成废人。口红壳喝维大露 P， 各位，我都是用那个钥匙开关，因为我指甲没力。这个维大露 P 不是业配，跟你讲没有业配，这个是我弟买的，然后把它拿来偷喝，谢谢。我妈都叫我不要喝冰的，可是冰冰凉凉的，就是爽。送了，然后继续讲，不工作的人就变废人嘛，然后废人他会怎样？胡思乱想，他每天都在想，我为什么这么废？很奇怪，这是他自己选择，可是他还是会去想这个问题。这时候比较偏激的人就想说，国家福利不好，那些政府官员行政不力，还有什么是不是有人害我？那些大老板剥削我们，他都想说很多理由，这些理由都是真的，然后他也不想改变。哎，这时候他又转职了，先说。废人在那边胡思乱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看新闻都不是乱想，还要转职，废人转职，废人转职，远听游人。所以有些网友他说他跟我很有共鸣，然后就跑来我的频道或者我脸书讲一大串，我刚两斤一根菜，我就哦受不了，我就把它删掉了，可能就因为。我跟废人很像，可是又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走路就不一样。你刚刚讲嘛，废人他会找理由嘛，他会想很多原因说为什么他这么废，他就转成怨天尤人。可是废人他有另外分支哦，他另外分支什么？可是他会想说，你不能光是想啊，你不能闭门造车啊，你应该去看一些书，或者找一些资料来印证他的想法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在这个瞬间，那个人就不一样，他就转职哦，废人也会转职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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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特效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光与暗嘛，废人变成怨天尤人就是暗转职，就是黑暗那一边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假如正向思考对不对？废人就会正转职。正向转职，废人变成读书人。我再喝一口哦。维他露 P 喝起来跟维大力蛮像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喝维大力。维他露 P 就是甜甜的，维他露 P 不能喝多，你喝多会饿。啊，你啊，不想喝了。可是维大力哦。一口接一口，很像，可是就是不一样。他们什么关系？我没有研究哎，改天来做一起研究。好，回到主题，那个什么，废人转职啊，对，转职成读书人。为了了解读书人在干什么，我们今天就带你去
图书馆 ，Go。旁边有个森林公园，先带大家来看一下。荡秋千，好愉快。五色鲮鱼，不赢不威廉，吓死林公子，开始吊胆缸。好，回到主题，走图书馆。好，噔噔，啊，从图书馆回来了哦。哦，我现在有开电风哦，好凉哦。从图书馆回来就你看，今天我借的书《开放台湾》，翻转白痴的午餐。我是脑筋急转弯。超级中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不这样跟你讲，有些网友会跑来我的频道里面说：“哎呦，你是不是都没有看书啊？你都是用脑袋自己想，是不是？”哦，朋友，不好意思，我都有去查过资料，都有考证过，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看好多书，我学五经，我好厉害，对，这些事自己知道就好了，干嘛炫耀出来？网络就有一种人呢、啊，他就喜欢做什么晒骗子哦，我好买了都游戏片了哦，天哪，好多、哦，对，啊、那有什么意义？对，就是你家里有很多车，你的驾驶技术就一定会好吗？没有嘛，买那么多骗子，只证明一件事嘛，他很有钱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对，晒骗子跟晒钞票一样嘛，有什么意义？然后呢，你不用晒骗子啊，你晒一个东西，你晒存款簿就好了、啊，很没意义嘛，所以。本人没有去特别上说哦，我看很多书就是这样，我自己知道就好。然后我讲出来的东西有道理就好了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网友拜托不要再来呛说哦，他看过什么心理学，看过什么学，不好意思，我也看过。哦，麦克来呛，还是金佳熙，很无聊的留言呢、啊。好了，回归主题了。那个废人转职成读书人之后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读书，噔噔噔，哇，都好多书哦。然后还是很穷啊，还是很穷，但是没有解决问题。然后可是读书之后，我跟你讲，学问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那真的是读来的。然后读久了，还有启发。哎，既然我厉害在读书，我厉害在这个文学，那我就靠这个吃饭。各位，他就转职了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最高境界转职，嘟嘟嘟。读书人变成创作人，哎，走到这一步就很不错。可是创作人也有分啊，就没有名的创作人跟很有名的创作人，对不对？这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爬的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可是这也算是高阶转职了，他还有隐藏的转职，可是以后再讲啊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介绍这些人我认识。然后就有另外一个人，他就是我走了另外一条路线。我看过那么多书之后，我就发现我不适合创作，因为我不想创作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读那么多书，我还是很穷啊。那干脆把书上的内容拿来做影片就好了。我就看过这本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把里面的一些东西拿出来，噔，丢在网上做成影片，然后观众看就。我看好厉害呀、啊！知识型频道、欸，你是神哦！各位，转职，读书人转职成网路神人。所以说，网路神人其实就是现实废人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。나에게 맡겨줘.
나에게 맡겨줘. 어때? 재밌지? 어때? 재밌지?